有在灿祥的来吃这一个油鸡饭，是不是觉得意犹未尽呢？对呀、啊，好怀念哦，好好吃的感觉。除了这个油鸡饭呢，其实我们的这个米鸡哦，也有其他呢非常好吃的其他的这个菜呀。在这里就请到了我们的胡女士，我们的老板娘来跟我们介绍介绍。老板娘你好，今天在我们这边哇。刚才还想说呢，还没有吃就闻到香味了哈、哦。这一道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米吉呢广受欢迎哦。我们老板娘说呢，几乎哦很多的这个客人来到这里一定要点的一道菜，叫做虾酱鸡。虾酱鸡，看下面有没有吃过虾酱鸡？老实说，我是一个比较刷菇的人啦，我是来自土族的地方，虾酱鸡，因为我真的没有吃过哎，虾酱鸡。虾酱鸡呢，在新加坡来讲呢，是一道非常普遍的这一个菜哦。可是呢，大家都说最简单的这一个食材呢，这个最简单的这个食，这道一道菜哦，对，是最难做的，对不对，老板娘？其实也不会很难呐、啊，哇，各种高手就在其中。因为哦，这种哦，我们只是说把那个鸡用虾酱腌过，还有其他的材料腌过啦，就是这样。腌大概通常要多久？隔夜比较好，隔夜比较好，隔夜腌过几个小时也是 OK 的，把隔夜比较入味。那刚才就提到说这个虾酱鸡嘛，所以重点就是在虾酱。那这个虾酱呢，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今天怎么做的呢？我们还有虾酱啦，然后还有其他的调味啦。其他的调味意思就是说不能讲啦，讲了他就不用做生意啦。对，真的是非常香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还没吃呢就闻到那个香味了。老板娘，我发现到每一次去点虾酱鸡的时候，对不对，他都会都是只要一块一块的。那有没有就是分部位说虾酱鸡一定要用哪一个部位的这个鸡肉块才会好吃？哦，这是看个人喜欢。我们的是鸡哦，我们是用整只鸡砍成一块小块来炸的，有些人只是用鸡腿啊、鸡翅膀那些，我们是用整个，我们是用在巴萨里买那种鸡，不是冰冻鸡哦啊，还有一点，我们的不是冰冻鸡，不是冰冻鸡，我们的是巴萨买的新鲜鸡，不是冰冻鸡。那有没有特选？就是说一定要是三八鸡还是童子鸡？哦，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巴萨里面买回来的那个。鸡肉块吗？鸡没有，买整买整鸡，买整只鸡来砍的。哦，买砍小块。那其实我们顾客可以要求说，我们要鸡的哪一个部分吗？对，有些会要求要有些会要求只要鸡腿，还是比较难啦。是说，多数我们是会，就是说每一部分都会给他一点这样。对啊，有些特别要求，我们就没办法，尽量去找给他。那我们大概一下讲它的这个炸的过程好吗？就是买回来的时候呢，有整只鸡，然后把它切块之后呢，再直接炸吗？没有，要腌啦，要腌之后。腌过了才。老实讲，看你没有在听，真是的。我知道一下整个过程吗？我不会下厨。就是我们买回来整只，我们就砍了，砍一段段，然后就是腌好了，不会马上炸的嘛。我们就是会就是说几个小时后，或者是隔夜会比较好的。就隔夜之后就直接炸，然后再加入那个虾酱，就变成这样啦。对，哇哦，想要开动哦。OK， 吃吧，来，灿祥。在这里呢，其实哦，通常我们吃虾酱鸡的时候，一定会配上这个就是我们的麻辣酱，这个三八辣椒。这个辣椒也是，相信也是老板娘自己自制的吧？自己做的麻辣椒。这个秘密也是秘密哦，可能是你们自己炒的。是自己炒的，对不对？有一些啦，有一些哈。来试试看，感觉很辣哎，很红很红。好辣好辣，你试试看，好辣，真的好辣。真的很辣。你先吃，不要放辣椒，你要去 test 它的味道。真的很辣，真的很辣哦。对，不要 test， 不要辣椒。好辣，怎么办？你试它的味道先，它的虾酱的味道。因为你放的辣椒，它的味道就不对。有没有听到？咔哧咔哧的声音，咔嚓咔嚓的声音。对。怎么样？因为哦。我在这里一定要讲，因为这是节目录制的关系，那可能呢，这个虾酱鸡，虽然不是就是新鲜热热的上桌，对不对？可是它还是会有那个脆脆的那个卡嚓的味道，对。因为有些你知道，我们都吃很多时候，新加坡人都很常吃炸的食物，对。冷了之后就不会有那个卡嚓的那个，可是它还是会有哎，脆脆的，就感觉非常的棒。所以大家记得，就是喜欢想要品尝到这一道那么好吃的菜肴的话呢，记得来到我们的这个美吉啦。没错，就在我们的这个加东购物中心 Kaohsiung Shopping Center 的底层啊。
地址在这里，自己慢慢看哦。我们要继续吃了。好，谢谢。